西鳟鱼湖是个非常独特的地方，位于华盛顿州卡斯克山脉区，有洁净的水源、清新的空气和绝佳的土壤。这里的水源来自于亚当斯山上的冰河融水，富含矿物质，能将营养灌溉到土壤中。而且西鳟鱼湖河谷是世界上少数的有机河谷，附近所有的农场都实行有机耕种，完全不用担心外来的污染。这里的有机农业规模非常大，除了不使用农药、杀虫剂、除草剂，纽崔莱更以永续农耕的理念，从土壤管理、保持动植物多元化、适时休耕轮作等方式，让土壤更健康、肥沃，才能培育出富含大自然能量的草本植物原料。不仅如此，这里也有最适合草本植物生长的火山灰土壤，含有钾、氮、磷及其他丰富的微量矿物质，为草本植物提供多样的养分。占地162公顷的西鳟鱼湖农场，主要栽种了紫锥花、蓝莓、薄荷、蒲公英等30多种不同的草本植物，成为美国最大认证的有机草本植物农场。纽崔莱不只以尊重大自然的永续耕作方式，培育优良植物原料，也将农场周围的社区视为有机体的延伸，保持原有的生活文化，让天然资源与居民持续受益。我们有好几代的员工一生都在这里工作及生活，他们了解作物，也深知产品品质源自于农场的道理。在西鳟鱼湖农场，保护大自然生态平衡是长久种植优质草本植物不可欠缺的条件。凭着善待大自然的热忱，纽崔莱营造了一个和谐的草本植物生长乐园。谢谢您的莅临观赏，请不要忘了您的随身物品。再见。